大家都知道我想干嘛。
段也袂困难。我呀，来面顶站拢要认洗清气，等海鲜丝那是倒来呀，但来去点弄大米、黑蛋黄、肉甲鱼，也通刚刚好，我也一个新年。
赚半分钱，看咱要怎样过年。啊，这救人之时，我若顾得过年，还是唔过年咧？你免嫁，三顿总嘛着吃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主公，这媳妇救白，媳妇救红，迄滚水嘛会用冲起。混蛋，予伊要不要死？若无啊，咱来想一个办法。想办法？想什么办法？你来跟我斗想者。我帮你斗想者。是啊。哎，有啦，我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啊办法哦？你啊，去甲亲戚借点薄钱。哎，这俗语你讲啊。明基难治，是无难梅。啊，富在钱，山有远钱。咱投病，这富钱断绝，要去干什么呐？救钱呢？是。先生，
样就好，唔通错啊！怎样？Thank you.
小姑妈都是不带欢喜回来。天色要这么早，查某一定袂来头哦。我就在这土地公庙，甲伊休困一铺车啊。Thank you.
哎呀，死了了！啊，原来都是那树啊长，哎，我啊这个心头会了了，听我靠老人啊。
啊。啊，我这个啊是阴陪，啊，唔知影另外迄个是阴陪，还是笑陪。
啊，你反之啊，甲我斗乌甲遮尔啊多，啊，我都过袂顶当啦。你若是真正有灵性吼，你啊，就派一下骹手，甲我斗更遁来去。我怕
太君偷偷啊，甲你讲。就是安尼啦，所以伊才来偷我咱家的番薯的。哦。Oh.
好。那你就俗气俗会吧。晓得。我去给他加分钱，让我。
不行啊，挂在家里。邵先生，这人叫门啊，我啦，你是什么人啊？大头家啦啦。邵先生啊，啊，我大先生啊，来喽来喽。搞错了人了，这。